我是钢管列车长的108年12月15号，七堵站七堵站。22:34，出发车是5224，经由海线开往七堵的新自动门局关机。阿发全程感谢各位观看。哇，真的好想睡觉。感谢各位支持螺旋片，可以把赞助多多点我们大局吧。专用火片可以帮他挣钱，多多点我们俩去逛好没？感谢各位支持。哇，144玩27分钟哎，傻眼。然后12:78玩18分钟，然后我的24:49准点，然后射52只有玩7分钟。好，感谢各位观看，就那样，拜拜。